山区学生食黄豆蒸饭食足九年，每天都是这样啊，米饭黄豆是吗？是。那有别的菜吗？没有。在广西山区的龙福乡小学，因为没有钱，寄宿学生每日两餐都要吃黄豆蒸饭，还要自己亲手煮。吃了多久了这个黄豆和米饭？我从三年级来到这里，就是这样啊。由小学到初中毕业，即是食足九年。由于学校没有饭堂，学生只可以踎在地下或者坐在墙边吃饭。食物差，宿舍环境一样唔掂。150尺嘅房间住咗16个人，棉被都唔够。我们床有两张被子，一张是我的，一张是他的。冬天的时候冷，我们就用一张做铺垫，一张就用来盖的。2005年，内地规定每个学生每月有60几蚊嘅人民币津贴，但学生都拎翻去做家用，根本改善唔到伙食质素。